那钢琴，钢琴。那我今天第一次拍，那是不是我是勋男郎了？一开始给你的角色啊，魏大勋导演的男郎。我的助理呢？我的你不需要助理，导演。导演，我想你先给我们捋一下剧本怎么样？我们该怎么演啊？导演，我先给你们试试戏来。导演，请坐。导演，请坐。导演，哪里坐？对，反正站好。这个好像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的 pose。是吗？七年前我第一次见你就好像是这样。就是这个 pose 是吗？导演，这么多年你都还没有变过。你演大哥，好，他演二哥，我二哥，你给我演霸道小总裁。为什么总裁要小呢？把剧本拿来，我先说说你台词来。你先把你台词给我念念吧，我听。啊，女人，你为何独自一人坐在此处？按古装的演了啊，这不是古装，这不是谐星吗？这吧，应该是一个现代戏，所以你把你锦衣卫的那个东西稍微给我卸一卸。导演，我真的不会演戏，导演，你给我示范一下呗，该怎么说这个词儿？不要老是只是说啊，给我示范一下，你熏导，怎么现在我这场务不在，我现在有点弄不住你们。我们都是，我们这里全都是熏男郎啊。对，熏男郎。我现在这场务不在，让你们给我一顿熏。我现在导演给我们讲讲戏，就每个人人物角色呀。那我们两兄弟，我们俩当时在想什么？先生你要慎重，你要慎重。我们的妹妹可是很粘人的，就是这个霸总呢，就必须要跟你妹妹就处对象，就他就相中你妹妹。怎么就处对象了呢？然后你们就觉得他要跟你妹妹好，其实会害了他。嗯，所以你就很心疼他，就在劝他，就是害怕他受到伤害。对啊，给他一些忠告。霸总在这儿呢。感觉电视是妹妹啊，霸总在这追妹妹，说必须跟她处。好，我必须要跟你处，必须跟你处。你们俩从后面奔过来，你们俩从这块奔过来，奔过来。那我们这么远，怎么知道他们的对话呢？你们是暗中观察。哦，就我们俩一开始就躲在这儿。对，暗中的一个观察。对，哎，非常好。哎，你看自己会走位了。对，就看着这玩意儿，就莫名其妙就想在后面站。他一说，我必须跟你俩处。他不是你俩处，跟你处。这个导演掌控能力真的是非常好。哎，你的助理来了，场务来了，场务，你怎么回事？等，导演自己亲我现在自己在这排戏呢。你可以拿的到时候高一点，因为导演到时候就蹲这儿。导演平身。我来。来，准备好，各位啊，三。二一，开始！我必须要跟你处，先说必须要跟你处，先说必须跟你处，你们俩再出来。